师今天表扬我了。表扬你了？表扬你啥了？说我写的真实。你又写啥了？拿来你给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这是装了多少东西啊？你咋不把家搬学校去呢？词语填空，什么有什么思，填有意思。看你是读意思。冰什么雪什么，冰糖雪梨。好不啊。小明有一包糖，小红也有一包糖，小明把小红的糖都拿走了，最后小明怎么样了？最后小明得了一身糖尿病。你写的真是挺真实啊，把我药拿了一下。是人家小明得的糖尿病，你吃什么药啊？哎呦我的妈。哎呀妈。我不要你钱。那你要干嘛？我是想问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？嗯，就是子女想孝顺老人，可是老人已经不在了。那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孝顺父母要趁早。对，那你说，你这个，嗯啊，给你，都给你。妈妈，真棒！你感不感动啊？感动。都是我的。你感动吗？啊，你感动吗？这下完了。来，这回妈妈问问你，你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待吗？这个是他自愿给我的，那这个是不是也应该给我呀？啊，对，哎呀，就是钱少了点。不是，这是我的，这不是他，这是我自己的。那你也给我。不是，来，姥姥给你，这留给你买吃喝。谢谢姥姥。妈妈，你这回还感动吗？回来了、这咋还不开心了呢？妈妈，我不想上幼儿园了。为什么呀？今天午饭的时候，老师说一日三餐要吃好，我说一天不吃有两顿饭吗？可他非得说有三顿，如果不是老师说，我还不知道有一顿饭就走饭。哎呀，那你不是每天都在喝这款 A2 紫松冲吗？它的 A2 原乳含有天然亲和的 A2 型蛋白，对肚肚特别友好，而且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高。每100克紫松冲含96.7毫克 DHA 和25克蛋白质，作为早餐，这营养杠杠的。你一天喝两杯，每天所需的维 C 就补充够了，而且香甜又好喝，你不是很喜欢喝的吗？是啊，那你也没说那是我的早饭呢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还是妈妈好，如果老师能跟妈妈换一下就好了。这咋换呢？妈妈陪我上幼儿园，让老师回家来陪爸爸。你笑什么笑啊？不是，你给我起来。这是我老公。我老公。爸爸，那你叫他一声老公，你看看他答不答应你。老公。那你叫他一声爸爸，看他答不答应你。叫啊，等你呢。Say my name, say my name. No one is around you. Say baby, I love you. You ain't running game. Say my name, say my name. You acting kind of shady. 你好，我想办一下带孩子业务。叫号了吗？这怎么还得叫号呢？你没有号我咋给你办呢？这也没有别人，你就给我办一下呗。不行，没有号办不了啊。给点号。身份证。我是你妈，还要身份证啊？关你是谁我也得要身份证啊。我没带，还办不了啊。你想想办法呗，通融通融呗。通融不了啊！如果你不带身份证的话，你怎么证明你自己是你自己呀？没呢，身份证。你号呢？号。你叫号挂号了啊，办不了，你重新叫号去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刚才也没办成，你就给我办一下呗。不行，办不了啊！你要想办的话，赶紧重新叫号去。你要不想办的话，那我就走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给新号。你这是啥意思啊？我下班了，到点了，你要明天再来吧。哎呀！
您。一回来就找你爸。搁那北屋写检讨呢。嗯。被他又出犯天条了。咋的？你不服啊？不是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爸今天把我新买的护肤品给我打碎了。啊？那你也新买一个不就行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不耽误我多大事你知道不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张脸要是保养好了，那可是价值百万的。咋的？你让人通缉了？价值百万。你给我起一边去，天白，我不愿意跟你说话，跟你那爹一样，人丑嘴不甜，兜里还没钱。哎呀，你知足吧，没一点毛病，谁来找你来呀、啊？完了，说错话了。走啊，你还没给钱呢。给什么钱呢？冰棍钱吗？多少啊？5块钱一个，这不买5个送1个吗？那我这个是不是阿姨送的啊？那给什么钱？那这些你也没给钱呢？那这些我也没要啊，给什么钱？我哎呦我的妈。哎呦我的妈。看啥呢？姥姥给我发了个视频。啥视频呢？你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土不土啊？姥姥妈妈说你土。Later。无聊就来拍抖音呐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虽然已经不年轻啊。严肃点，快出去来。无聊就来拍抖音呐、啊，虽然已经不年轻啊，哗啦啦的桃花，哗啦啦的水。怎么我不拍？降一下，降一下。爸爸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走。走。妈妈。嗯，这个我知道，这里面有花，对不对？嗯，哪有花啊？只是薯片呢，那就是有礼物。啊、没有礼物、啊，咋的？你想要花呀、啊？没有啊，我不想要。那你想要礼物？我没有，谁想要啊？还在嘴硬呀？你不想要礼物，那我这礼物送给别人啦。没有啊，这是给我买的吗？祝祝您快乐，媳妇。谢谢。我们故事还长，有你就是远方。哎呀，行了，快点出来吃蛋糕吧。还有蛋糕？哎呀，那我可得许个愿，我希望我今年暴富、暴美、暴瘦，坐享其成，不劳而获，一步登天。哎呦我的妈！50块钱的蛋糕，那你干几千万的事？那我买个贵点的，它能愿望实现不？你可别问我，就你这愿望，许愿池连王八都不敢接的。算了算了，那我还是别乱花钱了。妈妈，你是不是对乱花钱有什么误解呀？嗯，人家那是乱花钱，你这是没钱花。啊啊、怎么了？你把眼睛闭上。闭眼睛干啥呀？把眼睛闭上，把眼睛。节日快乐，妈妈。啥节日啊？清明节呀。不是节日吗？过节要给你买花，要给你仪式感。那我也没让你清明节给我买花呀。清明节是什么节？你知道不？不知道。清明节是纪念死去亲人的节日。妈妈去世了吗？没有。那你能给我买花吗？错没错？错了。对不起，妈妈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原谅你了。下次别这样了，听见了没有？听到了。下次等你死的时候再给你买。造孽！哎呀妈，你干啥呀？妈妈，我想录个视频，可快了，你配合我一下行不行？你又录啥视频呢？你搁这嘎洗人设呢？你是不是想骗大家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就这样人是不会。哎呦我的妈！真他妈磨的，快！
你们有钱。当初热热闹闹的把我妈娶回来，现在不能正正色色的把我妈再送回去吧？对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现在这怎么办呢？把亲戚朋友们都叫过来，通知他们说，免得以后问起来尴尬。可是现在订个酒店得排三五个月呢。那也没办法呀，到时候你们也别忘了把礼金也退给他们啊。还得退礼金？啊！当初他们祝你们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，你们同心了吗？你们到老了吗？你们对得起他们的祝福吗？我。彩礼你也得还回来啊！我还得还他彩礼啊！我爸花了十万娶的老婆，现在跑了，我还得娶一个吗？我可是那又得退礼金，又得退彩礼的，那我不是倒贴吗？我爸不也亏了吗？帮别人养了那么多年的老婆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钱了呀，那还咋离了呀？就是还得办酒席，要不就不离了吧。哎呀，真不让人生气！羡慕的眼神。我这感觉真香啊！这有那么香吗？反正比你的香。那擦屁股更香，我咋不闻闻呢？什么味儿啊？还能啥味儿呢？拉了呗。那你都快点去拿尿不湿啊！哎呀，好。是这个太空裤不？对，就是这个巴布豆和中国航天太空创想联名的防漏神裤，专利新体科技，15条导流轨道，吸塑加倍不漏尿，早上起来儿子的屁屁还是干干爽爽的，空气枕面层托起屁屁更蓬软透气，3.2倍高弹力的云朵腰，怎么动都不怕勒。你就那么稀罕你儿子吗？那当然了，所以我才特意给他买的巴布豆35周年新品太空裤。那你以后就指望他了？那我不指望他，我还能指望你呀、那咱家谁说了算呢？我说了算呀。那以后他娶了媳妇儿，还能管你了吗？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想吃臭臭的那个东西，你去给我买一下。嗯？那啥呀？你给我装胡子是不？就是臭烘的，特别好吃的那个。哎，爸爸，我知道了。妈妈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去。我说的是榴莲，你想啥呢呀？那你都不上班，哪有钱吃榴莲呢？那我上班我就能吃上榴莲了，我一天上班挣那点窝囊费，我还不得在家待着呢。上班至少能挣窝囊费，如果不上班的话，你就真成窝囊废了。那我也不上班，我不喜欢上班。那你想干嘛？我想投资啊！我今天就投资了一个项目，如果成了的话，我得有500万；如果要是不成，那我那2块钱就打水漂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可得注意点，少喝点水。嗯，咋的呢？要不你容易被尿憋醒。哎呦我的妈！造孽！都多大了还不会擦屁股呢？嗯，看着，先拿一张纸到里面去站站。把它对折，再站站，然后再对折，再去站站，没有了吧？把它扔掉，记不记住？哎，妈妈，你这样怎么有口红啊？忘擦了，快帮妈擦一下。怎么这么熟悉？感觉越来越熟悉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我走了啊，交代给你的任务你别忘了啊。知道了，爸爸，包在我身上吧。好。Later。我看你这样，你要出门了。好。哎呀，我一会儿有事儿呢，你一会儿在家跟小姨自己待着啊。你该不是想自己出去玩吧？我不是那人。我才不上当。哎呦我的妈！我都回来了，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？你说你一天老跟着我干啥呀？在家喝点，再看会动画片，不挺好的吗？是我爸让我在家看着你的。我就知道，肯定是他干的好事儿。出差了也不让人省心。咋的了？
咋的啦？现在是春季病毒高发期，你们小孩子肠道就是脆弱，你还不注意啊？我在家中备的姜中益火乳酸菌素片，你是不是最近都没吃啊？酸酸甜甜的，它是牛奶发酵制成，给，记得每天嚼一嚼。你看我对你好吧？咱俩商量商量呗，这喇叭收了行不？行啊。终于可以收起来了。姥姥，我现在这就交给你了，我明天还要上幼儿园，我先去睡觉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